失智症第九集，降低失智症风险，身体活动一。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有氧运动、有氧双重运动及肌力运动。失智症预防建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预防失智建议，规律运动被列为第一优先。运动带来的预防效果，能预防脑部海马回萎缩，维持认知功能。成年人从事适量的身体活动，可以降低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控制体重，降低认知能力下降，促进心肺及肌肉骨骼健康，促进心理健康与情绪，促进老人日常生活的能力及预防跌倒。运动项目这么多，这里首先推荐三种：有氧运动、有氧双重运动、肌力运动。什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又称心肺耐力运动，是使用大肌群、具节律性、可持久进行且易于自我控制的全身性运动。那有分成中等费力及费力。中等费力如快走、健康操、舞蹈、普通速度骑脚踏车、登山健行、网球双打、洗车。费力程度如跑步、上楼梯、有氧舞蹈、快速骑脚踏车、登山爬坡、球类运动、快速游泳。有氧运动每周从事5天以上，能天天活动更好，每次至少持续10分钟，保持呼吸有点加快的感觉，达到活动时仍可交谈但无法唱歌的程度。一般成年人一周累积中等费力的身体活动150分钟，或费力程度的身体活动75分钟。
什么是有氧双重运动？有氧双重运动也就是将有氧运动结合认知训练的双重任务训练，其主要特征是大脑与身体并用，并非偏重于某一个项目，但必须符合以下的条件：一、选择中强度的身体负荷运动，也就是运动完呼吸会稍微加速，身体感到有点吃力；二、认知活动的选择，应选择稍微有挑战性、可以增加脑部负荷的运动。有氧双重运动，先以简易版开始说明。先从右左右脚的顺序向前走，并抬起你的左脚，停留一秒钟。再以左右左脚的顺序向后走，并抬起你的右脚，停留一秒钟。接着，我们来示范一次。预备，开始。右左右抬，左右左抬，右左右抬，左右左抬。每天进行一次，每次进行10至15分钟。那接着说明进阶版，在进行简易版的同时，加上认知训练。接着示范3种认知训练。第一种，在节拍上数1至100，或是100至1。预备，开始，1、2、3、4、5、6、7、8、9、10、11、12。第二种，数3的倍数。预备，开始，3、6、9、12、15、18、21、24、27、30、33、36。第三种，数1至100的同时，在3的倍数以拍手代替声音。预备，开始，1、2、4、5、7、8、10、11。什么是肌力运动？肌力运动是增强骨骼肌的力量、耐力以及体肌的身体活动训练。主要肌群包括腿部、臀部、背部、肩部、胸部、腹部及手臂。那如下列3种方式增强自身体重负荷，如爬楼梯、走路、跳绳、俯卧撑等。非机械式的抗阻力运动，如腿部推举机、胸大肌推举器、背部伸张机等。机械式的阻力方式，如弹力带、弹力绳、哑铃等。肌力训练，每周应能够进行2至3天的肌肉势能活动，每个肌群进行8到12次的反复次数为一组。训练结束时，肌群应感到疲累，才能达到较佳效果。每次训练可从大肌群先开始进行，再进行较小的肌群。动作一，大腿。动作二，臀部 ，Go。动作三，胸部，预备，开始。动作四，手臂二头肌，预备，开始。动作五，肩膀三角肌，预备，开始。动作六，小腿，预备，开始。防失智，
让我们从运动开始。失智症第十集，降低失智症风险，身体活动二。这次要谈的是伸展运动、平衡运动及手指操。运动项目这次要操作什么呢？伸展运动及平衡运动和手指操。什么是伸展运动？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应随时随地进行伸展运动，来加强不同肌群的柔软度。执行方式可透过徒手毛巾操，或是借由瑜伽及皮拉提斯。柔软度不好的关节会使身体在一些活动上受到限制，那某些活动使关节超过可动范围，可能使关节扭伤或肌肉拉伤。将脚伸直，脚跟着地，感觉小腿后侧肌肉有被伸展的感觉即可。保持自然呼吸，维持15秒后换边。伸展运动，伸展动作应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进行，伸展至肌肉感到紧绷但未达到疼痛的程度，每次伸展约停留15秒。譬如屈膝体前弯时，自行将动作达到最大范围，不由其他人压迫。爬完楼梯后，我们可以将一只脚脚跟悬空，重心放在后脚，感觉到小腿紧绷而未达疼痛，伸展15秒后换脚。将手抓住椅子，保持躯干稳定，另一手抓住脚踝，感觉大腿前侧肌群有伸展的紧绷感即可。保持自然呼吸，维持15秒后换边。将双脚伸直，膝关节保持微弯，双手向脚尖方向延伸，感觉大腿后侧肌群有紧绷感即可。保持自然呼吸，维持15秒。什么是平衡运动？平衡训练有助于提升动作的协调性，其中以动态平衡最贴近实际生活。平衡意指重心的稳定，特别是体能较差的老年人比较容易发生跌倒的情况，那跌倒可能造成头部外伤，进而导致失智的风险提升，所以应多加强协调性的训练。平衡运动建议每周进行2-3天训练，每天训练更佳，比如说太极、平衡性步行、动态平衡训练都是不错的选择。
什么是手指操？有意识的活动手指就能使大脑血流提高 1.5 倍，且能预防失智，提升记忆力，还能助于安定血压。好，接下来介绍手指操。什么是手指操呢？就是透过手指头的运动，可以活化大脑，让大脑的血流量增加，不但可以预防失智，还可以增加记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手指操的操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握拳打开，好，把我们两只手双手伸直，好，手掌打开，用力的抓握十下，好，那请大家跟我一起数，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接下来介绍第二个动作。好，第二个动作就是把双手伸直。好，那记得手肘要打直哦。我们一次弯曲一根手指头，好，然后做成握拳的动作。那一样是好十次，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好，打开，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好，打开。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第三式叫对掌，也就是所有我们的对指的动作。那我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好，第一个动作是拇指跟食指对指。好，打开。第二个动作是拇指跟中指对指。好，打开。第三个动作是拇指跟无名指对指。好，打开。第四个动作是拇指跟小指对指。好，打开。那我们一起来做一遍。好，那跟着我一起数，一二三四五。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就是打开。那第四个动作，将你的双手掌面朝前，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眼睛尽量不要看着你的手指头，好，那一样是用对指的动作，那也是一二三四五，好，那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数一遍，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那再一遍哦，一、二、三、四、五。好，接下来的动作比较难一点。好，第四式，好，那需要两只手的协调，将你的右手先握拳，左手先打开，一次。好，右手伸出一根手指头，左手就收一根手指头，以此类推。好，请大家跟我做一次试试看。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好，换边，再一次，开始，一、二、三、四、五。好，第五个动作更难一点点。好，将你习惯的手伸出来。好，那一次只弯一根手指头，其他根不要弯。好，请跟我一起数，开始，拇指弯。好，打开，食指弯。打开，中指弯，好，打开，无名指弯，
打开，小指弯，打开。好，这时候可以换你另外一只手再做一次。好，拇指弯，打开，食指弯，打开，中指弯，打开，无名指弯，打开，小指弯，打开。好，这时候将你的双手放下，那接下来做一个更特别一点的动作，好，将你的右手捏在你的鼻子上，左手捏在你的右耳上。那当我说交换的时候，将你的左手捏你的鼻子，右手捏你的左耳。好，预备，开始，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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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停，将你的双手放下。那最后一个动作是将你的右手伸出去，掌心朝前，靠近身体的手握拳。好，那以此这样做十下。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这时候停住，不要动。这个时候我们要换过来，将你伸出去的手握拳，靠近身体的手，手掌打开，一样做十下。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手指操，手指操具备九大功效：一、预防失智症；二、延长健康寿命；三、涌现活力与干劲；四、消除愤怒及焦虑情绪；五、提升记忆力；六、帮助睡眠；七、改善手脚冰冷；八、提升日常生活的运动功能；九、稳定血压。每天只要一分钟，就能养出元气脑。健康动一动，每日多动15分钟，多活三年哦。其实运动可以很简单，六招没时间运动的小撇步。如何轻松运动不觉得累？第一招，向上爬楼梯，向下搭电梯。第二招，空瓶加水不设限。第三招，15分钟快速提神有冲劲。第四招，走路骑车两相宜。第五招，户外竞技兼游憩。第六招，约友踏青来健身。没有空闲时间运动的人，若能在生活中融入上述六招，一天多次，每次10分钟，每周累积150分钟，同样可以达到运动带来的好处。现在开始动，不嫌晚。防失智，让我们从运动开始。失智症第11集，降低失智症风险。我的餐盘均衡饮食一，我的餐盘是希望利用一个简易的口诀，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在每日摄取均衡的饮食，不挑食，能够吃得好，吃得巧。世界卫生组织也告诉我们，均衡的饮食就可以降低失智症的一个风险，以及认知衰退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口诀运用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对我们的健康就会很有帮助。那这个我的餐盘六口诀，最主要可以运用在民众、学校以及医院，还有就是长照机构以及政府单位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运用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用我的餐盘呢？我的餐盘其实是用我们国人的每日饮食指南六大类食物的一个分量，然后把它图像化，所以大家会从我的餐盘上看到它的每一个图像当中的一个每一个类别，它
它的所占面积都是不太一样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图像，帮助我们很快速的去记忆到底哪一些食物的分量是比较多一点，哪一些是比较少一点。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加上六个口诀，可以让我们轻松的把这个六大类食物分量运用在每天的三餐当中。不管你今天是在家里吃，或者是出外去吃，运用这六个口诀就可以吃均衡的饮食。我的均衡饮食六口诀有哪一些呢？从第一个口诀开始，一直到第六个口诀，分别是每天早晚一杯奶。我们的饮食指南告诉我们，每天要喝 1.5 杯的牛奶。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每天的饮食当中，早餐以及午餐之后，或者甚至夜点喝一杯牛奶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 1.5 杯以上的一个分量。第二个口诀是每餐水果拳头大。我们常在饮食当中常会忽略掉要吃水果，好，所以呢，我们用拳头来定量我们的水果是最容易而且最好用的，也可以帮助大家记忆一下，就是如果你把你的拳头拿出来，就记得要吃水果，好，那把水果当作我们定量的一个起点。第三个口诀就是菜比水果多一点，也就是我们的蔬菜应该要比水果多，因为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就是说水果比较好吃，所以水果吃的比较多，蔬菜吃的比较少，所以在这个口诀当中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蔬菜应该是要比水果吃多的，因为蔬菜比较没有糖分，而水果是有糖分的。第四点就是饭跟蔬菜一样多，也就是饭是代表我们的全谷根茎类，因为我们在全谷根茎类当中最常吃的就是饭，所以我们用饭来代表这个类别。好，那饭跟蔬菜一样多，也就是说你在吃饭上面就要注意到就是它的分量的一个控制，那还有就是蔬菜的分量也要吃多一点，那这两个之间取得一个均衡性。那第五个口诀就是豆鱼蛋肉一掌心，也就是大家拿起自己的手掌，那占我们的手掌，这样叫做一掌心。那一般来说，我们国人来说，每天吃的豆鱼蛋肉类大概在5到6份，那这5到6份的话，以每一份来说，大概半个手掌心的大小是算一份，所以如果5到6份，大概一整天是3个手掌心，所以如果分配在三餐，一餐就是一掌心，是不是很容易记忆？所以豆鱼蛋肉一掌心就指的是一餐的分量。第六个口诀是坚果种子一茶匙，因为坚果种子当中有很好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疾病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就是要吃坚果种子类。但是这个坚果种子类呢，因为含有油脂，所以也不能吃太多，所以我们会建议一天大概吃一汤匙的分量。那如果是分配在三餐里面，大概就是1/3汤匙，也就是一茶匙。所以呢，我们应用这六个口诀，把一天的分量跟一餐的分量来做一个运用。所以这个六个口诀的话，就帮助了大家记忆，就是怎么样把它分配在三餐当中，是不是变得很容易记忆呢？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我的餐盘的这个图像去看到，是不是印证刚才我们所说的菜比水果多一点，然后饭跟水果一样多，然后豆鱼蛋肉一掌心，还有坚果种子一茶匙，就可以从这个图像当中的大小分量去比例去看得出来。我们来讲牛奶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营养价值，以及摄取我们现在摄取的现况，还有乳品到底应该怎么挑，以及我们是不是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一些概念。牛奶呢是补充我们钙质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大家都知道牛奶当中的钙质可以对我们的骨头还有我们的牙齿非常有好处。好，那另外的话，我们的钙质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平滑肌的一个就是放松，所以呢在控制血压上也是非常的有帮助。还有呢，大家常会觉得说是不是吃钙质太多会导致这个绝食的发生其实有些时候这个概念是刚好颠倒的，因为呢我们常在吃这个蔬菜的时候，或者是吃一些植物的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草酸。那这个草酸的话，如果吸收到血液当中的话，基本上是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排到肾脏，然后排到尿路里面，引起尿路结石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如果我们吃钙质是足够的，它就会跟我们饮食当中的草酸结合，从粪便排出去，所以就可以降低这个草酸吸收到血液的浓度，所以就可以预防我们所谓的尿路结石、肾结石的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我们血液当中的钙质，假设血液中的钙质降低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副甲状腺素分泌增加。那这个副甲状腺素分泌增加，就会导致我们这个就是脂肪的代谢减缓。所以呢，假设我们吃的钙质足够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情形，所以跟肥胖的控制也很有相关性。我们到底应该喝多少牛奶呢？好，我们看看我们一杯牛奶大概可以补充240毫克的一个钙质。一杯大概240cc， 也就是说每一cc 里面有1毫克的钙。
那如果我们一天喝两杯，大概就可以补充快接近500毫克的一个钙质。好，那我们一天建议是要有1000毫克的钙质的一个摄取量，所以两杯大概就占了50%。那另外还有50% 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从其他食物，比如说像豆制品啦、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蔬菜类啦，好，这些也都可以补充我们其他钙质的来源。另外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国民营养调查发现，就是我们每天乳品类摄取不足一份，好，光是一份就已经有80%以上的人都摄取不足，所以这个钙质摄取不足的一个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牛奶会放在我们六大口诀当中的第一个开始，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严重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另外钙质来源里面我们知道是奶制品，那这些奶制品当中除了鲜奶之外，那另外还有我们所谓的优格，还有无糖优酪乳，还有 cheese， 都是很好的一个食物来源。好，他们在钙质的含量上面分别大概有180毫克、200毫克以及133毫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吃两片的 cheese 大概等于喝一杯牛奶的钙质摄取量，所以都是很好的一个补充来源。另外大家在买这个鲜奶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以我们这种屋顶盒装的一个牛奶的话，一个最小的盒装大概230毫升，大概就是我们所谓一杯的一个含量。好，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就是容量的一个牛奶制品，所以当你在购买饮用的时候就注意一下你到底是喝进去多少，以免大概喝太多或者是喝太少都是需要注意的。记得每天早晚喝一杯牛奶，好，这个早上或晚上都是很好的时机。第二个口诀就是每餐水果拳头大。那水果对我们的营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营养可以补充，那另外的话我们现在摄取的现况又是怎样，还有到底应该要吃多少呢？我们先来看水果里面的成分，它主要提供我们维他命 C、 钾离子，还有植化素以及所谓的膳食纤维。维他命 C 呢对我们身体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这个大家都很比较清楚。那还有呢，维他命 C 可以让我们身体的胶原蛋白合成有正常啊，那这个胶原蛋白就像我们细胞跟细胞之间很好的一个连结，让我们的身体的组织可以更健康。那另外的话骨头跟牙齿也会更强壮啊。那另外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钙质跟磷在小肠的吸收，所以对骨头的一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就是维他命 C 也是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在神经的健全上面非常的重要。另外水果的钾离子成分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也很重要，那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呢16岁以上的人钾离子大概每天的摄取量就要到3500毫克左右，但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男性跟女性来说，我们的摄取量都没有达到 WHO 的一个建议摄取量，所以在钾的摄取量上面还需要再加一些努力。那钾离子对我们的身体功能有什么好处呢？因为钾呢可以帮助我们把盐分跟水分排除出去，所以可以降低我们水肿的风险。那另外的话，因为呢它把水跟盐排出去了，所以我们血压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整，对我们的血压控制很好。所以为什么会告诉大家就是要多吃新鲜的一个蔬果。那另外呢我们刚刚讲到新鲜蔬果都是很好的来源，只是呢蔬菜呢因为以我们国人的摄取习惯来说，大部分都会用煮过的或者是烫过或炒过，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这钾溶解在这个汤汁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烫过的水当中，导致它的流失，这样是很可惜的。所以像我们的水果的话大部分都是生吃，所以在摄取钾上面就不会有这样一个流失的问题。我们刚刚有提到水果是就是每餐一个拳头大，那如果一个拳头大的一个香蕉来说，它大概含有250毫克的钾，那以芒果来说大概450毫克，哈密瓜大概350毫克，所以这些都是很好补充钾的一个来源。另外植化素大概都比较陌生一点，因为植化素的话就是我们常吃的，比如说像花青素啦还有就是说类胡萝卜素以及我们所谓的多酚，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植化素。那这个植化素的部分呢可以有预防癌症的功能，还有抗发炎以及提升我们身体免疫力的一个功效。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要提醒大家，植化素大部分含在我们所谓的水果的皮啦，或者是说像我们谷类的那个麸皮的地方，因为这些麸皮的地方含量会比我们在果肉当中的来得高。看我们这个意大利来的苹果做一个例子，它在果皮跟果肉上面这个多酚的含量以及花青素的含量大概果皮都是 果肉的2倍，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尽量如果能够洗干净连皮吃，这样
对健康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的口诀就是从水果开始做定量的一个起点，那每一餐水果是一个拳头大，来当作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对的一个分量。我的餐盘均衡饮食，开始聪明吃，健康就会跟着来。失智症第十二集，降低失智症风险，我的餐盘均衡饮食二。我的餐盘均衡饮食是希望能够利用简易的口诀，教大家怎么样在每日的饮食当中摄取均衡的饮食，不挑食，吃得好，吃得巧。世界卫生组织也告诉我们说，均衡饮食呢可以降低认知衰退以及失智症的风险，所以把六大口诀运用在生活当中，可以对我们健康有很好的帮助。那这些可以运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域呢？包括我们用一般的民众、学校，或者是像政府单位以及医院或者是长照机构等，都是很好运用的一个素材。我们看到之前讲过两个口诀了，我们现在讲第三个口诀，也就是菜比水果多一点。菜到底有哪些营养呢？还有它现在摄取的现况到底又是怎么样？还有我们蔬菜到底有哪些种类？蔬菜也就是膳食纤维最重要的来源，它也提供我们矿物质跟维生素。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对我们肠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它可以预防肠癌，还可以就是促进我们的排便，预防我们的便秘。那另外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因为当我们吃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当中的吸收进来的血糖可以速度变慢，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有比较稳定，所以对糖尿病的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还有就是在那个血压上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控，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的部分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调整肠道的菌虫。那这个肠道菌虫的话，跟我们的情绪也有相关性，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神经的一些分泌物质得到一些调整，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个情绪也有控制上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国人普遍在膳食纤维上是吃的不够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的膳食纤维希望能够每天吃20公克以上，但是我们经过国民营养调查发现，我们的男性跟女性来说，每一个年龄层膳食纤维吃的都是不够的。所以在膳食纤维上面到底要怎么样来摄取，还需要再加把劲。那膳食纤维除了从蔬菜以外，全谷根茎类也是很好的来源，所以如果能够从这些食物当中好好去挑选适合我们增加膳食纤维的食物，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看一下各个年龄层上面来说，蔬菜摄取量没有达到我们建议标准的人口到底有多少。那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年龄层看起来蔬菜的一个摄取没有达标的都达到 80% 以上，所以呢，显见大家在蔬菜上面都没有很注意，所以在蔬菜的一个怎么样从饮食当中去增加它的摄取，需要我们再多多的推动。蔬菜呢，以水果当作我们一个定量来说呢，蔬菜的分量是比水果多一点的，所以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水果的一个分量就是一个拳头大，所以我们的蔬菜如果要比它多，也就是蔬菜要比一个拳头还要来得大一些。男性跟女性在手掌上就是在那个拳头上会有不一样，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本来在体型比较大的人就是应该要吃多一点，体型小的人或许吃少一点也是合理的。所以基本上来说，就以你自己的拳头来做一个比对，蔬菜就是要比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拳头来的大。所以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般的便当盒里面，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以男生的一个这个拳头来比对的话，如果要比他的拳头大一点，大概我们放在便当盒里面大概可以占三格的一个体积。那另外如果以女生的拳头来比较的话比拳头大一点放进便当里大概占两格的体积。这样的话，大家如果到外面去用餐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容易知道说自己应该点几道青菜来吃才能够符合这个蔬菜的一个摄取分量。当然很多人会把里面的这些食材当作是蔬菜的一个来源，其实呢，这些的话我们是归在全谷根茎类的。因为呢，大家看一下这些食物种类基本上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像是山药或者是莲藕、地瓜，或者像我们所说的马铃薯、南瓜，还有菱角，以及我们说荸荠跟玉米等等，大家吃起来都知道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所以呢，如果把它放进蔬菜里，很容易会导致我们的热量摄取过量。所以在我们的一个食物类别当中，我们是把它归进全谷杂粮类的。好，所以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把它跟饭的分量来做一个替换。那第四个口诀就是
饭和蔬菜一样多。所谓的饭就是指的是全谷杂粮类，因为我们常常吃的就是主要是以饭当我们的主食，所以呢我们用饭来取代这个类别，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哎，全谷根茎类其实应该吃的跟蔬菜一样的多。那这个全谷根茎类到底有哪些营养价值呢？还有它的分量到底应该吃多少，以及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错误的概念啊，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建议一天的这个淀粉类来说，通常要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全谷类。那全谷类到底是哪些食物呢？像我们所谓的糙米、燕麦、五谷米、全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全谷类，像紫米也是。那另外还有像小米，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现在常吃的藜麦，这些都是很好的全谷类来源。那这些全谷类的话，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多酚啊、植物化学物质大部分都在它的麸皮，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这个米糠层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精致化了，那吃白饭这些健康的物质就会吃不到。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就是至少在你一天当中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主食类是来自于我们所谓的全谷类。我们可以在一天三餐里面其中的某一餐，或者是说我们每一餐当中加一些全谷的素材进来煮，这都是很好的方法。另外呢，我们的杂粮薯类也是很好的这个全谷来源，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些的话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全谷杂粮类，不是属于蔬菜类，但是这些含量淀粉比较高，所以也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提供食材。但是呢，因为它跟全谷根茎类放在同一类，所以会建议大家在吃的时候要跟饭的分量来做取代，以免我们摄取过多的热量哦。好，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全谷类跟白米当中我们会建议吃这个全谷类呢？最主要我们看一下它在各个营养素上面，包括膳食纤维，然后包括它的一个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等等，我们都看到就是这个糙米大概比较白米来说都是它的好几倍，所以基本上来说，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吃糙米或吃全谷类，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从热量限制当中，希望这个饭不要吃太多，所以如果能够吃这样有营养密度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在健康的效益上是更好的。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饭跟蔬菜一样多，那我们又鼓励大家要多吃蔬菜，那如果蔬菜多吃了，那饭也要多吃吗？其实不是的，我们饭因为里面含有热量，含有淀粉类，所以基本上在蔬菜多吃的情形之下，饭是不需要多吃的，所以大家就记得饭的分量是控制在我们刚刚所谓的一个拳头大的一个范围，不需要跟着蔬菜一起来增加，所以大家就记得饭的分量的控制。再来第五个口诀，豆鱼蛋肉一掌心，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豆鱼蛋肉到底它的营养价值是什么，还有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排序呢？那另外红肉跟白肉的一个差异是什么，还有每餐的分量到底应该要吃多少。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豆制品类，豆制品类为什么会排在第一个位置呢？因为豆制品可以提供我们很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那另外的话它又没有胆固醇，脂肪含量又比较低，所以呢它基本上来说对于我们在补充蛋白质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一个食材，所以我们在豆鱼蛋豆类把豆类放在第一个位置。那鱼跟海鲜类，鱼跟海鲜类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少，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像胆固醇的部分，除了就是有鱼卵这种食材以外，那大部分它在胆固醇含量上也算是比较肉类当中比较偏少的，所以会把鱼放在我们所谓的这个豆鱼蛋豆的第二个位置。那鱼肉又是一个很好消化的一个食材来源，一个蛋白质来源，所以对老人家来说非常的重要。那鸡蛋我们摆在第三个位置，那鸡蛋的饱和脂肪低，那另外的话在胆固醇当然也是比较低的，但是鸡蛋并不是说蛋黄不要吃，那我们以一个正常人来说，这个鸡蛋每天吃一到两颗其实是算是健康的，而且是安全的。但是呢如果对于有高胆固醇的人，或者是说有这个动脉血栓的一个问题，或有肥胖或者是脂肪肝的人的话，就会建议蛋的一个摄取分量是要限制的。那对健康人来说，吃全蛋里面还可以吃到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所以对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至于红肉跟白肉的部分，那当然白肉的话，它的一个就是在饱和脂肪酸上会比红肉来的不是那么高。那另外在就是胆固醇，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红肉通常在烹调上比较容易会有产生一些癌症的一些风险因素，所以大致上大家会建议就是红肉的分量可能要做一个限制，那白肉会比红肉又来得好一些。那蛋白质的一个食物对我们的一个健康来说呢，它可以建构我们的肌肉，所以呢我们现在很流行所谓的肌少症。那这个肌少症的话就跟蛋白质摄取不足有关系，所以对老年人来说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那还有就是它可以提供我们就是氨基酸的来源还有能量的来源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成分。当然我们所谓的豆类大家就不要搞混了，因为像我们所谓的绿豆、红豆等等，或花豆等等，这个是属于全谷类，它们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所以它不是我们所谓的提供蛋白质的豆类。提供蛋白质的豆类就是像黄豆或黑豆。那还有红肉跟白肉到底怎么区分？一般来说鱼肉跟海鲜类我们把它归在所谓的白肉，那红肉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猪肉、牛肉以及鸭肉跟羊肉等等，这是归在所谓的红肉。所以在这样的话，大家因为这个跟肌红蛋白有关系，含量的差异就会导致它成色出来有不同的一个色泽。那豆与蛋肉，我们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的手掌心，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掌心的大小，所以大家看看自己的手掌的大小，还有手掌的一个厚度，这个就是我们一餐应该要吃的豆与蛋肉的一个分量哦。第六个口诀就是坚果种子一茶匙。那坚果到底有哪些营养呢？还有坚果到底是哪一些？还有就是我们一餐要吃多少分量，要怎么挑选？我们在坚果类的一个摄取量上会建议说一天以一汤匙的分量，对我们健康就有很好的功效。好，那这个一汤匙的分量可以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还有呢可以降低我们高血脂的一个风险，好，还有脑血管中风的一个风险。如果能够每天摄取这样的分量，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功效。但是呢，大家还是要记得一下，有一些东西不要跟它搞混在一起哦。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红豆、绿豆跟花豆、栗子等等，这些是淀粉质含量比较高的，它们是属于全谷杂粮类。那至于就是坚果类，就像我们所说的腰果啦、核桃、花生、开心果、杏仁果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所谓的坚果类，像夏威夷豆，这个也算。那另外像黄豆跟黑豆，它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那基本上我们是归在它所谓的豆与蛋豆类的豆类，所以坚果类的部分是大家不要把它搞混在一起了。那一餐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大概是所谓一天的三分之一的一个分量分配在三餐来吃，那一餐大概就是三分之一汤匙，也就是一茶匙的分量，那它可以提供我们很好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来源，然后又不至于就是因为吃过量而导致肥胖的发生。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一天的分量的话，那大概就是一天就是一汤匙。好，那另外的话用手指来比较的话，大概就是一整个大拇指的一个分量，就是整个大拇指的一个分量。如果是一餐的话，大概一个拇指的一个第一节的分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用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量概念，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六大类食物它的分量到底有多少，怎么去做一个比较。所以呢，大家是不是对我的餐盘六口诀开始就是能够了解了它的用意跟它的应用了呢？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一起开始来记录我自己的餐盘。